到中午了，今天不做饭。这是物流中心的停车场，我们在这找一个小饭馆。嗯，别看那些饭店不怎么样，很好吃的。把那导航关了，掉头，不然它会一直叫。请在适当位置掉头。这些小饭店都不起眼，但都很好吃。我们随便找一个，就这儿吧，就这儿。东北菜，尝尝。今天中午吃啊，东北菜。这些都是东北菜，给锅炉司机准备的。我点了一个杀猪菜。杀猪菜，哎呀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你们猜这个盆菜多少钱？就这么大一碗是38块钱。这个叫血肠，五花肉，猪肘，猪肘子肉，酸菜，在东北酸菜很有名的。在东北最著名的有三个菜，一个叫锅包肉，一个叫杀猪菜，还有一个就是蘸酱菜。这是东西寒冷，大家也就只能吃到这种酸菜。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腌制这个东西，然后用那个猪肉来做，把那个蒜、葱蘸酱。对，我吃蒜，但我蒜头，但是这个葱辣，量还是非常大的，吃不太惯。点了个韭菜炒鸡蛋，这个就是蘸酱菜，蘸这个大酱，还有盘小咸菜。吃饱喝足，说实话我不太能接受酸菜这种东西。酸菜没问题，但是主要是那个东西，就是肉那个味道受不了。味道挺好，东西也不贵，中午一顿饭吃了50多块钱，也不贵哈，还有个硬菜呢。出发。吃饱喝足，我得找个地方晒太阳，不是吗？前面就是大森林了，找个地方晒太阳去。呼伦贝尔不仅有草原，也有森林哦。顺着车辙印走就行了。哇，前面翻过这个山头，美丽就在眼前。就这儿，在这儿晒太阳最舒服了，在森林的边缘找地儿晒太阳，这个感觉相当的好，比在森林里好多了。稍微忙一会儿，店小花就搞成这个样子，就想晒个太阳而已，他就要折腾我。四个爪子，你看，肚皮，你看，他跑到那个地方去了，跑那个地方去沼泽地里去玩去了，回头还要给他洗澡。现在开着柴油暖气机呢，给屋里打热一点。一会儿洗完了，他们是
都感冒就完蛋了。去越了一趟野，车就跟炸了尸一般，下面那个腿啊全是泥啊，泥浆啊。皮卡车也是，刚才把备用油箱拿着，把油倒了，油洒的到处都是。现在车也很脏，狗也很脏，屋里面，别动。哪里坐？坐坐坐了坐了。这下子应该不会冷，给他准备的饭，一会儿等他毛干了之后给他吃。屋里刚才更狼藉一片哦，就跟那比那炸了尸还要惨。天空要下雨了，这场雨来的应该不小，你看那乌云很厉害。以后再也不去越野了。还有你停车的时候，这个小东西，这个耳朵得揪一揪了，啊，你的耳朵是不是得揪一揪了？往沼泽地里跳，啊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，好了，不生气了，我们和好吧，和好了，耳朵竖起来吧，和好了。哎，对，和好了，牵牵手，嗯，哎，对，还是好朋友，吃饭吧，来，吃点好吃的，嗯，不敢给他深度洗，因为会着凉，会感冒的，小黄花感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先是跑去夜里，后来又去吃吧，吃吧。来跟小黄花吵了一下，快要热死了，透透气吧。屋里面开着暖气，现在有28-29度的样子，外面吧5-6度，也就5-6度吧。暴风雨要来了，我已经听到声音了，一会儿煮一壶茶喝。哎，煮壶茶喝。